近期，我区的杨柳青、中北、张郭等地连续发生多起的入室盗窃案件，犯罪分子利用技术开锁的手段进入到居民家中实施行窃。因为这个犯罪团伙作案非常疯狂，而且是进入到居民家中，给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。对此，我们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三大队联合相关部门，立刻成立了专案专班，对案件进行梳理分析研判。很快，在8月11号就锁定了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，8月12号锁定了全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，8月13号我们就制定了抓捕方案，8月14号凌晨决定实施抓捕，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，现在是凌晨5点，我们现在就去打击犯罪侦查支队和他们进行会合，一会儿就要奔赴河北省廊坊市，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。直接都把那个顶门都围了，然后咱们的人这是二楼，这是进的院，然后让老马的人在外边把那个无业局六月初出现的。发现他不止在西青有案件，在静海、金丹、北辰都有他们的轨迹，不排除他们在这四个区也有这种供养方式的作案行为。咱掌握的是时间，大概凌晨1点多到凌晨4点多到5点这时间段，2-3个小时，一晚上就吃了一条腿就差不多。然后有司机，有王村，然后有媳妇开的车。被盗的居民房屋在睡着的时候并不知情，攀动量特别小，发现两名犯罪人。叶女士和这个雷哥的叶，他们两个人嫌疑车辆停放地点离着这个局面上特别远，然后其中这个司机没有到过争取的案发现场，也算是接近上面，但司机就是河北省人。这帮人坐三个人，这帮都3-4千克，2到3个人，他们交叉作案也单独作案。最终确定他在了河北省一个街镇的黑旅馆。你在哪儿了？我已经到现场在跟前了。是不是进去了吗？我惊险了，惊险了。是哪个小旅馆？还向前？还往前走，但是直接上那儿去还怎么办？但是没多远，就那儿。现在前面就是这个小旅馆，然后这道单的人。现在我们来去抓这个司机，因为司机是本地人，所以呢跟他们是分开住的。昨天才发现他们住这儿，然后今天就这一看就赶紧抓了。因为这帮人据咱掌握这个消息，很敏感，这两天就走了。没动。盗窃啊！盗窃，我缺有干啥？看你谁都明白你，好的。现在呢，已经在我们这个分局的办案区，一会儿呢，把嫌疑人逐个进行这个人身检查，9点多要带他们去医院做这个核酸检测。